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11月28号星期四的一个盘中解盘，我是陈威博。那今天礼拜四，今天是11月28号，明天是29号，所以这个礼拜刚好也是11月份的一个结束，所以今天是一个摸台结算的一个日子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走势，相对于昨天来讲的话，今天台股就比较弱一点点。台北股市今天目前跌8点，那盘中最多的时候曾经跌到42点，成交量一样没有放大哈，目前预估成交量1100都没有到，其实这个成交量跟昨天基本上差不了多少了哈，差不了多少，但是现在拉上来了哈，现在跌了8点，基本上是这个行情，现在很多人会去猜多还是去猜空哈，我们在判断行情的一个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它会是一个涨势，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跌势，那大部分的时间它会是一个盘整的阶段，这个盘整阶段的话，它到底是接下来会上涨还是接下来会下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直接很断定的就在这边一定会涨或者是一定会跌。当然我知道大家都希望听到我讲出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比如说我就咬死这个盘势会涨，那如果说你也是看多的那个观众，对不对？你会认同我的讲法，但是如果你是看空的观众，那你就会觉得说，你这讲的是什么？这个盘涨这么多了，还怎么还会再涨？哦，那么多利空消息。反过来讲，如果说这个盘会跌，那现在看多的人他就会说什么？他就会说啊，这个盘势明明就还是多头，结果你说它会跌。好，那如果威博老师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整理的一个架构啊，不上不下，不知道会涨也不知道会跌，那就又会有人讲说什么，说啊这个盘势你看不懂了。其实我跟各位这样讲哈，股市的一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哈，常常就会出现这样子互相矛盾的一个状况。现阶段的台北股市它就处于这个阶段，为什么？这是到今天的一个30分 K 线，过去这一个月以来的走势。现在陷入了这个三角收敛形态里面，我请问大家啦，突破了吗？你看这几天哈，其实美股也是上涨的，你看昨天的美股继续创新高哈，包括道琼、纳斯达克，连费半都涨上来了 ，S&P 500对不对？持续创新高，昨天是11月27号嘛，那这一段时间的美股持续创新高，那你看台股。它其实也不是说没有涨，但是它有没有突破？就算到今天为止，它也还没有做突破。那一定会往上涨吗？好，我们先打个问号哈。好，那第二个，这是我给各位看今天最新的一个新闻哈。早上的时候，威博老师起床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个新闻了哈，他说川普他已经签署了这个香港与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了，他已经签署了。其实这个法案就算川普不签署了哈，大概10天的时间他也要自动生效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川普他签不签署都会过了，都会过了哈。好，那川普签署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在谈那个美中贸易的一个谈判啊，而且他认为什么？这是前两天的讯息啊，这是11月23号的时候啊，川普说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就是表示什么？表示他认为说，哎，应该是有机会就达成啊，对不对？好，那其实这几天的一个美股持续的一个上涨，跟这个消息是有主要的一个关系啦。就是整个市场上的氛围认为说会签署啊，但是各位，今天川普说他签署了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你还记得之前的时候，当参众议院两院通过了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时候，那中国怎么讲？各位还记得吗？这是11月20号的时候，一个礼拜之前。中国外交部他就发布了，他说要求美国收回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否则后果自负。收回啊，收回啊，为什么？
有没有可能你签署了啊，我这边我就那个接下来的美中贸易谈判的过程当中，我就不跟你签这个谈判的一个条约。我不晓得各位你怎么去判断这个逻辑。我们回到台北股市，刚才魏博士给各位看的是消息面，目前左右这个行情的一个消息面，大家在等待这个行情的一个表态。那我请问，到底是往上表态还是往下表态？股票市场哦，并不是说每天都要在那边进进出出的啦，很多时候你就应该要了解目前现阶段的一个状况。那你可以在这边重压股票啊，你也可以重压什么买多的然后追多的股票啊，但是如果一旦错呢，各位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可能出错的可能性有没有？好，那如果在这边重压空方的人呢，啊，也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因为台股已经涨很多了，所以会开始往下跌了，所以我在这边重压什么？重压空单，重压空单，身家性命我就跟他说哈了，对不对？我请问，那如果这个地方突破了呢？如果接下来美中贸易谈判他的确签署了呢？中国他认为说，好啦，我只是讲说这个人权法案，反正你签了就签了嘛，对不对？我们重点还是在本身的一个国内的一个状况嘛，我必须要安抚国内状况嘛，我不能让经济再变差嘛，所以我还是签署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行情再涨上去呢，你放空的人呢，是不是就会变产生了很大压力？你压哪一方面，你对了，固然你赚了很多钱，但是你错了，你有没有想到有可能出现错误的那个状况？魏博老师提出来给各位就是说，我们从资金面的结构，从目前选举的一个行情跟整个市场上的一个技术面的形态，目前是多方没有问题。我们再回到了这个三十分线的一个 K 线，因为这一波以来它是沿着这个，这是三十分线哈，它是沿着这个上升轨道做进行，所以目前绝对是多方没有问题。如果你问我说，魏老师现在是多头还是空头，我跟各位讲，现在是多头，现在绝对是多头，我们才会去做多股票嘛，对不对？我手上目前带会员的股票是做多的嘛。好，但是来到这个位置点位，当它进入三角收敛形态的过程当中，好，你说这边会直接做突破啊？如果没有呢？啊，如果跌破了没有呢？所以你不妨怎么样，你持有你本身手上的多单，小心谨慎的守好你手上的多单，然后你的多单如果有出现的卖讯，你就要先站在卖方，因为盘势有时候翻脸比翻书还快，你没有办法去预期我们未来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风险上是一定要做控制的。但是操作的原则、操作的逻辑目前是偏多方是没有改变的。就比如说魏博老师带会员操作4105东洋，我们这一路以来操作多方的一个东洋，东洋到今天为止是震荡的架构，然后短线不断的创新高。好，它的一个走势有没有出现结束？那如果出现了卖出讯号，那当然我就先卖出了嘛。假设这个盘势，我这样说好了哈，如果接下来这个盘势会突破就持续走多嘛，但是我们手上的东洋假设出现了卖讯，那我还是要卖掉啊。好，我的买股票跟卖股票基本上跟大盘短线的涨跌没有关系的，但是跟整体大方向的趋势有没有关系？有。也就是说大方向的趋势，这样说好了，这一波以来，今年其实从一月份9319点涨到现在这个位置点位，其实整个结构上都是多方，就算这边跌也是多方，这边跌还是多方，它并没有说真正跌破了一个所谓的一个 M 头的颈线。所以当这个 M 头颈线没有破的时候，虽然这边在下跌，但是结构上是多方。就像这个地方未来如果出现了拉回，但是结构上也还是多方。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目前的大方向跟结构是多方的时候，我们操作股票当然是以多为一个方向，但是你要考量到有时候股票涨多会拉回啊，有没有可能让你套在相对的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点位？好，所以股票如果出现了卖讯，一样要站在卖方了哈。我想这个美中的一个贸易的一个谈判的一个过程当中了哈，我们持续的关注啦，因为其实
微博老师印了很多这个新闻消息啦，要来给各位讲啦齁。但是我们回归到技术面啦，回归到技术面啦，也就是说这个盘势我觉得下个礼拜应该要有表态的一个空间。为什么齁？为什么会这样子讲齁？我们回到了日线，这是今天11月28号日 K 线齁，日 K 线，好，这是加权，我们等一下也会来讲 OTC 齁。好，那现在是进行这个三角收敛嘛，好，大家都知道嘛，哈，既没有突破也没有跌破，整个形态还是多方的架构，因为还在这个上升的趋势线的上方，还是多方的架构哈。但是为什么下个礼拜，下个礼拜的一个台股，就是进入12月份的台股会很重要哈？我们稍微把这个地方稍微放大一下，一个一个来看。来，各位你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一个三角形？这三角形是什么哈？我大概简单算给各位看了哈，1,2,3,4,5,6,7,8,9,10，到这边是第十天，所以这边是那个十日线的扣底，扣在这边，11,12,13,14,15,16,17,18,19,20，好，这个三角形的隔天这一天是20，那明天是扣这一天，明天是扣这一天，好，各位。下个礼拜一呢，明天礼拜五哦，下个礼拜一扣这一天，下个礼拜二扣这一天，下个礼拜三扣这一天。好，也就是说整个这个地方是什么？二十日线，也就是这一条月线，月线的扣底值现在在这个地方，到下个礼拜三还有四天哈，会扣高值，会扣高值。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盘势还在那边做震荡，下个礼拜扣高将会使月线走平，将会使月线走平，各位这样懂意思吗？好，均线它是一个方向，一个可以左右股价它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走势，因为很多人会看均线去测支撑跟压力。如果均线是往上走的，叫做多方，没有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给各位做举例好了，从这边来看，我们设了一个60日均线。六十日均线一路以来，这边是一个整理，这边是一个多头架构，所以为什么八月份走了这个多头？好，所以均线它是一个方向的一个指引，那均线是一个趋势，好，然后价格就会在均线上面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但是基本上方向不脱离均线的一个走势。好，那这是月线，过去这两个月以来，三个月以来的月线都是往上走。如果接下来扣高值，整个指数不涨甚至跌破的话，月线将会走平甚至下弯。那如果月线走平或下弯呢？这边是月线走平跟下弯，你有没有看到月线走平跟下弯就会有拉回的可能性？所以也就是说以目前的架构整理到这个地方，下个礼拜它必须要展开攻势，必须要涨。好，那必须要涨的话，它必须要有什么条件啊？比如说美股持续上涨，它就会上涨吗？第一个哈，要有成交量，成交量它绝对不能是像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到目前为止，现在跌九点，现在成交量大概是在1,074。好，那你仔细看一下哈，除了前天那个 MSCI 哈调降的那一天哈，这个有800多亿，对不对？好。除了这一天它是失真不算，你仔细来看它成交量是缩小的，成交量是缩小的。所以当这个成交量是缩小的时候，你说成交量在这边缩小的时候它做震荡可以，但是接下来如果要攻击突破，也就突破这个压力，成交量要放大。所以大家去关心这个成交量就好。接下来到下个礼拜要表态了，因为整个盘是到下个礼拜就要开始面临表态了，对不对？好，下个礼拜的行情要表态的时候，它到底是量出往上攻还是量出往下跌，你就要去注意。如果是量出往下跌，那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好，那基本上应该要量出往上攻。好，所以你在你操作的股票上面其实要做好准备。如果你的手上持股，我们做股票当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啊，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说每一次你都去以最好的一个设想的状态？很多人想得很美好哦，买股票哇，可以赚两成，可以赚三成，可以赚五成，可以赚一倍，他都没有想到可能赔钱的一个发生。那如果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把一个就是
做了一个最坏的一个假设，一个准备的一个动作。那如果它发生了怎么办？很多人都是很美好的哈，都不晓得这社会、这世界是非常非常残酷。那我的一个操作逻辑一直是这样子啊，我认为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但是你要做好最好的准备啊。你的态度不要去消极，好，你要态度要积极，但是你也要假设你失败，你能不能承受那个失败？这个才是投资股票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风险控制啊。所以下个礼拜的台股要表态，好，我认为会表态。那表态的几率是涨比较可能呢，还是跌比较可能呢？基本上我还是偏多，好，我的一个看法目前还是偏多，好，但是你也不能假设啊，川普这两天为什么？我把这个新闻再给各位讲。好，这边，这是今天最新的哈，大家去看新闻应该就会看到了啦。他已经签署了啦，已经签署了啦，对不对？已经签署了这个法案了啦。那你觉得中国会怎么讲？他一定是说后果自负吗？什么后果？这后果会不会影响到股市？你要不要去赌？好，所以我们把目前现阶段的一个消息面的状况跟技术面状况都跟各位讲。我认为这个盘势到下个礼拜只能涨不能跌啦。好，如果跌了，大家就要去注意一下它的一个风险控制，好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台中的敬老爱心卡发55688，每趟折抵50元。直桃园敬老爱心卡，这次会满101，每趟折抵36块；101以上，每趟折抵72元。台湾大车队，友善银保最贴心。应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刻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花很久，花很久。02-8773-8859，应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刻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花很久。很久，02-8773-8859，韵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刻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花很久，花很久。02-8773-8859。车怎么开的？交通事故有方法：一、开启危险警告灯，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二、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三、标会车辆位置，可用手机拍摄机证；四、无人受伤时，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有人受伤时，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五、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场处理，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放波化仪等就对啦。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大盘的状况哈。现在大盘就在那边震荡，跌8点，好，成交量一样没放大。但是市场焦点会在这边，叫贵买指数。好，今天贵买指数持续往上涨哦，贵买已经连六红了哈，已经连六红了哈。那相对于整个一个市场目前的一个现况来讲的话，在贵买中小型的个股来讲，会相对机会比较大。但是已经连六红了哈，所以短线上也会逐渐来到压力的位置点位了哈。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为什么这一波的贵买会比较强，好，几个原因哈。第一个，这是下跌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是测试它的季线，所以季线撑住了。第二个，它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又重新回到了这个上升的一个轨道，所以一旦站回去这个上升轨道的过程当中的话，它才能够转强。
好，这是第一个，从 K 线上面来看。第二个，为什么贵买会相对比较强？好，因为成交量也有放大。你跟那个加权指数做比较的话，加权指数在缩脚，对不对？好，那你我就说上涨一定要有量了哈，才有机会做上涨了哈。还有一个，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贵买会相对比较强？好，我们其实从指标也可以看得出来了。这个是 KD， 我就给各位看两个简单的就好。这是 KD， 好，我们稍微拉近一看。哎，各位有没有看到贵买的 KD 从这边黄金交叉之后开始往上？所以它其实是呈现一个多方的。好，那只有 KD 的话会这么强吗？不容易。为什么？因为 KD 来讲的话，其实它是属于短线的一个指标。好，那一般来讲看波段指标是下一个，这个就是 MACD。 来，各位有没有看到它两个做配合的状况下，如果两个都是向下，通常跌的几率比较高，懂我意思吗？好，你看哦，如果两个都是向上，通常涨的几率比较高。所以为什么目前为止的一个贵买指数相对比较强，它的结构在指标部分其实也不一样。这个你回来到加权指数其实也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答案。好，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大盘，为什么大盘这几天都进入了震荡整理，这一条线就是不越过去，对不对？为什么还差一些啦齁？差什么？成交量没有放大嘛，对不对？好，那这边不跌下来的原因，好，短线上偏强。好，为什么？因为 KD 是短线的结构嘛。我们可以拉近点看，你会发现它是向上金黄金交叉的。好，但是长线的波段结构呢，诶，它有没有跟刚才贵买一样？没有诶，它是呈现一个死亡交叉向下的状况。所以一上一下整个指数会陷入了整理。所以各位，你们只要很简单齁，下个礼拜会不会往上做攻击或突破，或者是明天也好啊，或者是尾盘也好，成交量做放大，这个一定要持续向上，这个也转为向上，那我跟各位讲，这个盘势就会在上攻。那如果没有呢？如果这边持续向下呢，这边又转为向下呢，各位，那你就要小心咯，会不会去跌破了这一条趋势线哦？这样各位懂意思吗？好，所以为什么 OTC 指数相对于大盘来讲比较强的原因在这边。好，所以有没有股票会涨？其实还是会有啦，变成是一个轮动轮涨的一个状况了齁。但是连涨了六天的 OTC， 这边连涨六天的 OTC 接下来遇到压力咯，要遇到压力了齁。哪里的压力齁？有的会讲前高压力啦齁。那我表示让各位看这一张图齁，这一张图是 OTC 最近这一段，就是这一段，我只是把图形稍微缩小一下齁。你把过去历史的高点，这是在贵买 OTC 指数160点的一个高点的位置点位，后来就崩了，对不对？好，那这边的高点我们连接到过去这个高点以来的话，其实它已经做层层的突破了齁，这边也突破一条线，这边也突破一条线，然后接下来要来到这个位置点位，这边也会是一个压力。所以要突破的话也要成交量，要成交量持续的放大。好，所以也就是说连涨了六天以上啊，到目前为止的一个 OTC 的话，它也开始要逐渐面临压力。所以你如果要买的话就不要去追高，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好，一般来讲我们在买股票的过程当中齁，像我本身啊齁，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诶，目前这个行情好像，对不对？要上不上，要下不下啊，威老师带会员还是赚钱的啊，我们的操作还是赚钱的啊，我们做法就是这样子齁，基本面选股，然后用技术面去做买进卖出，然后原则上是不追高啦。那我并不会去进进出出。一般来讲我买股票就是当买点出现了我就买进去，就通知会员就买进去了。买进去一开始会设定一个停损点，那个停损点破了我就出，其实就很简单。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风险控制到最低吧。但如果它涨上去呢，就好像我们在11月4号的时候通知会员去买进了东洋 80.8。 好，当时候 80.8 买进了东洋，买进三分之一资金，然后设了停损，也就是 80.8 如果它不是往上涨，它是往下跌，我就停损出场嘛，对不对？然后从11月4号东洋的11月4号在这边啊，在这一天啊，好，我们买进的时候设 73.3，
这边啦哈，我们买进的时候停损设79.3，好，但是它没有跌破我的停损啊，它不断的涨上去啊，中间经过了整理，对不对？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多方结构嘛，所以我们就不管它。好，所以这边买股票到今天为止，其实不需要进进出出啦，进进出出反而会耗损战力啦。好，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我们陆陆续续有找到一些起涨的股票，都会带会员进出。好，那今天我们的一个解盘就先进行到这边了，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预祝各位操作顺利，拜拜。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超强名师阵容，直播现场即问即答，盘中及时为您解答。即日起，每天早上9点开始，敬请锁定运通财经台台股直播室。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刻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02-8773-8859，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刻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02-8773-8859。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刻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02-8773-8859。偷偷跟你说，我的家人都是绝世高手哦。妈妈是一个超级旋风了，能听到天花板、地板水泥快剥落的声音。